还要勇敢闯一遭，大案有高招，嘿嘿，小案细思巧，不管地多厚，不管天多高，前路在我心中，哪怕风雨摇。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不论你官大还是官小，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平常心让你没烦恼。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青天艳阳高高照，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世人随风我逆潮。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不论你官今天不如到此为止吧。为什么？你怕我没钱给你啊？你是想赶我走啊？不是不是，我怎敢赶您走呢？不过你已经欠了100两了，我很为难的。要不您先结了账，咱们再赌。方大壮要赌，谁敢拦呢？方大壮要买小，快开吧。慢着，还没请教陆一竹。新任知县正是犬子，哼，原来如此，这次不用开了，这钱你收回。嗯，何必呢？谁都知道方大壮喜欢赌上去，不如我们赌这盘，你赢了呢，钱都归你；我赢了呢，只跟你说一句话。嗯，很合理啊。我买小，好，我买大，4、5、6，15点大。有什么想说的？我想请你放过犬子。梅龙县知县这张官椅从来没有人敢坐，你儿子偏偏要求调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你我心照不宣，就算我肯放过他，恐怕他都不肯呢。在下再问一句，为何这个时候宋世杰要去游山玩水？你以为他是怕你儿子啊？这杀鸡用得着牛刀吗？谈话完毕，这些呢就算是谈话费。你凭什么？哎，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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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四大名壮的名头，我们已经很划算了啊，不会有钱。你太过分了，17盘你都开大。不过现在我有钱了，继续买小开。哦，方壮士，老夫人回来了。是吧？给我分10次买小，买到他开为止。师伯，我这个样子行不行啊？阿静啊，你再把眼睛弄大一点，再弄得丑一点。哎呀，师伯，我最丑的样子就是这样了，我长得帅没办法吗？想找个男人帮忙都不行，全都是没用的家伙。随便了，就这样了。哦，好啊好啊。喂，听着听着听着啊，没叫你走呢，给我站在那儿。哦，是师婆。咦，怎么看你的眼耳口鼻都不太像，不过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沾边啊。哎，对了师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跟菲菲在西湖多住几天？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啊，每天闲来无事就坐在第一楼喝茶，回来肯定是有要紧事啊。菲菲在那个兰亭庄，她玩得不肯回来，所以我一个人就只有先回来喽。不过师父恰巧出去了，不要紧啊，让徒孙我多陪您谈谈心也是一样的。是他了，就是他这个混蛋，你给我掀翻整个梅龙县都要给我找出来，看看像不像。像什么？那个混蛋呢？哇，他的样子果然混蛋，
师伯，我发现你现在画画画工真是越来越神似啊。还用说吗？世杰小的时候就是我教他画画的。所以啊，我琴棋书画里最差的就是画画。娘亲大人，您儿子娘。哎呦，让娘看看。这是母子子孝。哎呦，让娘看看呢。哎呦，儿子你瘦了。我瘦了，娘你才瘦了，下巴都尖了。真的？那不是变丑了吗？没事啊，你有内在美吗？又画画呀，看看你有什么佳作。别告诉我，让我猜猜啊。哇，聊斋啊，这个不是树妖就是僵尸啊，是人。哦，真是不说不觉的，一说就像啊。就是这个混蛋，他欺负你娘哦。那就严重了，在梅龙县还有人敢欺负你，那他一定不是人，一定真的是僵尸了。这个混蛋他骂你娘是排骨精。哎呀，别生气娘，你自己也要检讨一下自己啊。我早就说让你增肥了嘛。他还骂我像鬼。那你的妆不要化得那么浓啊。他还把面粉撒了我一身呢。那就当他给你买胭脂水粉好了。哎呀，你看他还拿这个东西扔我。哇，那这张纸扔你岂不是很痛啊。儿子，我不管呢，你要跟我做主啊。你要搞的那个混蛋他有觉没得睡，有饭他吃不下。好，阿静，那你就按照这幅画帮师婆把那个僵尸抓回来。娘啊，吃饭了没有啊？哎呀，只顾着说那个混蛋，我连饭都忘记吃了。哎，自在飞花现在煮东西很好吃啊，开饭。自在飞花煮的菜这么没味，只有你才会喜欢呢。清淡点好啊。你越想越生气，这么远的把那些画拿回来，谁知道被那个混蛋全弄湿了。不是啊，挺好的，有头有脚。你还说呢，这不全是为了你的亲事吗？亲事啊？怎么了？怕了？没有，吃饱了，吃饱了。你跟菲菲都是一样的，一个怎么说都不肯嫁，一个是怎么说都不肯娶。少爷，给王老爷的状书你写好了吗？哎呀，不记得了，还没写呢，我马上去写。坐下。你们两个可是越来越懂少爷的心事了。儿子，提起婚事你就头疼了。儿子，娘去了杭州，有个相士说你今年是红鸾心动啊，姻缘到了。可是万一错过了，你就会孤独终老的。儿子啊，你不会是让娘为了你的婚事想得头发都变白了吧？儿啊，娘啊，迷春楼连续3年的好色一代男选举我都拿第一呀，我这么好色又哪会孤独终老呢？哎呀，那些庸脂俗粉你哪看得上眼呢？哎，娘是不是很了解你呢？五体投地。哎呀，其实啊，你眼光这么高，娘是很开心的。事实上，当今世上又有哪个女子能够轻易配得上我的世杰呢？是不是？可这些不是庸脂俗粉，全都是娘在杭州千挑万选的大家闺秀。娘啊，你的这些大家闺秀基本上看不到眼耳口鼻呀。哎呀，放心吧，娘的一手好丹青啊，很快就会让他们恢复原貌的。那就全靠你了，娘啊。那你就用心好好的挑。总之啊，你快点娶个媳妇儿回来，让宋家有后啊。顶多娶亲之后呢，给你纳自在飞花为妾。到那个时候，你喜欢关起门来吃咸吃淡都随便你喽。我娘是口没遮拦，整天乱说话，得罪了你们不好意思，我替她向你们赔罪。怎么会呢？少爷言重了。过来坐，坐。平时呢都是你们伺候我，很少是我伺候你们。难得有机会三个人静静地坐下喝杯茶，我敬你们来。多久了？8年吧。少爷说留之情，我两姐妹不敢忘记。我一向以为是我收留你们，直到最近我才明白是你们两位收留了宋老爷。
我看现在这个世上不讨厌宋世杰的人，就只剩你们两位了。外人看到的只是另外一个宋世杰。那个就是真正的宋世杰啊。啊，刚才奴婢在为老夫人整理画卷时，也见到几个蕙质兰心，或许总会有一个可以跟少爷夜夜对弈。连你们两个都在为我担心，看来我真的很有可能孤独终老啊。很晚了，早点休息了。早早喝破茶。哼，以前小人家贫，只有晚上才可以出外乘凉，所以养成了习惯。明天就是会见乡绅之期，还是早点休息吧。好啊。哎，公孙先生，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寒窗苦读的那段日子吗？记得，怎么能忘呢？真有意思啊，打经打得这么勤。这是衙门的规矩，用来发放信号，互通消息，表示衙门运作正常，没有外人闯入，也没有囚犯作乱。每隔十步一响，周而复始，不能间断，也不能敲错次序。这些东西书上都有吗？只是看闲书时学到的。哼，看闲书也这么厉害？你懂得衙门的规矩比我还多，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小人从小就想在衙门里做事，所以有空就看些相关书籍。哎，可惜啊，一直没有机会。哎，那现在不就有了吗？啊，公孙先生，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官，不过小时候真的很笨，以为当包青天就是在里面升升堂，出去巡逻巡逻就行了。真的没有想到，衙门原来是这样的，做官真的很辛苦。少爷后悔吗？你说呢？哎，不知道包公当时上任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和公孙先生像咱们俩这样坐在后院里推心置腹的聊天？可惜此公孙不同彼公孙。看，终于找到工作了。杂货铺的老板人很好，包吃包住，一日三餐都不用愁。虽然做工很辛苦，但是我不怕辛苦。我一有积蓄就会提前回去孝敬您的，我还会记住您对孩儿的教诲，做人要安安分分的。我叫陆小凤，初到梅龙县，接任县官一职，希望以后各位可以跟我多多的合作，我也希望大家对我是多多的指教，好不好啊？这，哎，这说什么呢？没听明白。这个啊，天气热嘛，大家不愿意多说话也是正常的。那好，既然你们不说，那我就说说我的为官之道，好不好啊？啊。这第一，哎呀，行了，不用说那么多了，说不说都一样。哎，我看你迟早也会。你说什么？迟早什么呀？迟早会被人气死。气死可不成呀！啊，这个戴着瓜皮帽的老先生是谁呀？啊，大人啊，
这个人千万不能得罪。是啊，他就是本县年纪最大的秀才，也是地保，得罪他跟得罪四大名壮差不多呀。哎呀，你们怎么整天在我面前提什么四大名壮啊？你们换个词儿行不行啊？四大天王也不错啊。谁叫我呀？大人，我说过我跟你很有缘分的，一眨眼的功夫又见面了。你是来捣乱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冷静点，年轻人，做人要学会大度，做人要厚道啊。往后退。方唐记啊，本官现在很忙，你知不知道？没空陪你玩，你要乖乖的啊。哎，大人，小人今天过来可谓用心良苦啊。我想到那一天你在第一楼输得那么惨，怕你还在生气，所以给大人一个扳回的机会。如果大人怕再输一次的话，就算了。不回来又怎样啊？大人好，你说好吧，赌什么？我没什么新意的，既然大人玩过汤丸，那就继续玩汤丸吧。我就知道你没什么新意。大人，别着急。劳驾劳驾劳驾。好，我就跟你赌，我赌你这个碗里一个汤丸也没有。真的。这样也行啊，汤丸是馊的，不管是酸的还是馊的，方大壮师，现在碗里是不是连一个汤丸都没有了？啊，你输了，快走吧。哎呀，老弟，好样的，好玩好玩。师傅，苏世杰，我还以为我这个徒弟已经算无赖。想不到新任知县更加无赖，梅龙县有你这样无赖的父母官，不如从此就改名叫无赖县，好了。宋世杰，你回来了。哎呀，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欢迎你呢，还是应该讨厌你。说实话，我真的以为你永远都不敢再踏入梅龙县一步。你以为我怕你？怕就怕吗？怕是人之常情啊，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怕的，对不对？你要说我绝对不会笑你的。我一定不会笑你。我这个徒弟呢，学艺不精，平常就喜欢赌博，赌来赌去只是几个汤丸，难登大雅之堂。大人，不如这样，宋某今天就陪你正正经经的赌几把。嘿，赌就赌。哎，不过不要像你徒弟那么逊色啊。少爷，不要中他的计。说赌什么？我和大人赌两个一，你第一场官司就输得一败涂地，跟你赌。得。师傅啊，有件事情我忘记告诉您了。昨天知县大老爷的爹亲自来赌坊找徒儿，帮徒儿还清了赌债。你说什么？我爹他帮你还赌债？哇，你又欠了一屁股的债，那你有没有多谢啊，陆老爷呢？哎呦，没有啊，是他有求于我，他请我放过他儿子啊。不过徒儿还没那本事，但是受人恩惠千年计，所以徒儿想带他爹，求师父您老人家放他儿子一马吧。啊，各位父老乡亲，正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子不孝则父不慈。陆老爷所作所为或者有失身份，但是明知有失身份都要去做，也是出于为人父母的一片慈爱之心呐、啊。由此可见，我们知县陆大人他必定是位孝子。我们中国人讲究伦常纲纪啊，陆老爷所为实在是其情可悯啊。老秀才，不知您意下如何呀？啊，讲得好啊，讲得好啊。阿静，世杰，你们两个也不必咄咄逼人呐、啊！啊、哦，领教领教。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戴瓜皮帽的老秀才，你看他们两个老这样逼我，对不对？陆老爷爱子之心，
感天动地，苍天垂怜啊！请陆老爷上台讲几句，好不好啊？来，谢谢谢谢谢谢。哎，各位父老乡亲啊，恕我兄弟，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一如啊。你个童颜禁语！啊，排骨精啊！我要告你！哎，大妈，求你啊！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那个卖珠宝首饰的老大妈，对不对？干嘛干嘛干嘛要告我爹啊？你跟我说啊！你给我好好听着，我就是宋世杰的娘，宋彼彬。不玩了，哎呀，不玩了。说，为什么用面粉砸人家呀？我觉得他的脸不够白啊，我就帮帮他嘛，弄白一点啊。事实上是老爷拿着一袋面粉对着人家脑袋就扔过去了。哎，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像不像个男人呐？像个长舌妇一样，你怎么不说啊？说，为什么你叫踢人家呀？说说说呀，说。我走路不小心啊，一下踩空了，自己就歪过去了嘛，又不是故意的。事实上是老爷大脚一伸，用尽全力去踢人家的。喂，你是哪头的年纪，闲着没事啊？老爷，就是他日公堂之上，你也要说出全部的事实，你不说的话，少爷怎么帮你啊？哎，喂，你还用尽全力？你是男人，怎么能欺负女人呢？哦，怪我，是我不对啊，还不行啊？好了，我不是怪你，我就是想到那个宋礼斌的宋礼斌，你不要指着我吗？宋礼斌，少爷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不要指人，不吉利的。不说你，宋礼，我一想到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哎，我知道，平时你都是忍辱负重的，对不对？你知道这种长舌妇也见得很多了，为什么这一次忍不住呢？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哦，我知道了，因为他长得像你的初恋情人，你真正的初恋情人把你甩掉了，所以你知道他才生气的，对不对？你胡说什么呀？我的初恋情人就是你娘。哎，那是为什么？说不说？说不说？你不要再逼他了，每个人都有不想提起的事。好啊，我不逼，放心吧，我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是爹不好啊，是爹给你闯了大祸啊。没事，难道你儿子我怕他吗？正好过几天咱们衙门正式开张，我第一个案子就审他，我给他来个下马威。哎呀，不要啊，儿子，要么干脆我去道歉得了。不行，大人，这件事不宜搞大，我们的阵脚还未站稳，就是要是还没有站稳阵脚，所以要给他来个下马威，这样我们就更加有威信了。我说的对不对啊？啊，照我说，私下和解算了，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老爷，是你爹，按律例你是不应该审的。有这样的律例吗？有。喂，我爹当过官，对不对？连他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啊，别以为看过几本书就了不起啊。哼，闪开。干什么？借你的剑用用，出去练一下行不行啊？闪开。我错了，是我错了，我错了。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哎，你们干嘛呀？我让你出去做民间调查，看看百姓喜不喜欢我。说呀。他们都很喜欢您大人。真的？因为大人你关照他们发财啊。现在全镇都在开赌局，赌大人跟宋世杰这场官司谁输谁赢。不过他们都赌大人您输。都赌我输啊？都赌我输，怎么可以有庄家开庄呢？没有庄家怎么能赢钱呢？
所以没有人赌输赢，而是赌其他。买你输了，但不至于吐血的一赔十；输了又吐血的一赔二十；输了吐血，但又不至于当场下跪求宋世杰放你一马的一赔五十；输了吐血，并且当场下跪求宋世杰放你一马的一赔一百。他们有那么多钱赌吗？赌赌赌赌赌！我让他们输个底儿朝天。非也，老百姓赌钱是很小心的，这几个几乎没人买。买的最多的反而是一赔二那种。一赔二，买的人很多啊。那这个这肯定是赢嘛。说一赔二是哪种啊？大人您还是不要问了。说何必呢大人。说就是赌你当场气死气绝而亡。两个肯定也下注了吧？买的是哪一种啊？说，一赔二那种。我要杀了你们！记住啊，忍辱负重，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检察长，不还口，打不还手，排骨精三个字坚决不能说出口啊！百人成金，百人成金，百人成金啊！百人成金，百人成金，百人。陆老爷，宋壮士，我啊，请起，请起，请起，来，平时喝什么茶？随便。这些不行，换杯深茶来，要用整只的上等人参冲给陆老爷。哎呦，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是想求宋壮士帮忙。明白，无非就是庭外和解是吗？对，高抬贵手是吧？是啊，贵手高抬啊，陆老爷。哎，今天能高抬的不是我的手，跟我进去敬我娘。他很少见我这么友好，怕我算计你。你放心，这次我真的很想帮你，不妨告诉你啊，这次你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因为你来了，我到现在还被我娘逼婚呢，所以我也希望你这次没事。宋老师，我可不可以喝了深茶再进去？走了。些什么水彩呀、越画越花了。夫人，是你在流汗。哎呀，那就赶快帮我擦一擦呀。哦。哎，不是擦我，擦这些画。娘，有人来找你啊。哎呀，我正忙着呢，明天再来吧。哎，是你的知己来了。宋老夫人呐、那天我不该骂你踢你啊，我今天来负荆请罪，千不该万不该都是我不该啊，我不该踢你，我不该得罪你啊，夫人，你今天就是打我骂我踢我咬我，任凭你来处置啊，最要紧的是你大人大量的放过我这一次，请你消消气呀、你严重了耶，你是谢老爷的爹爹，我又怎么敢收拾你呢？而且我现在也很忙啊，打你我都觉得浪费时间，不过呢，公堂之上啊，我儿子会陪你好好玩玩的。衙门的廷杖好像比这根藤粗多了，没关系啊，我到时候呢抽空啊去送你的病，送完了你再送你儿子。宋老夫人呐、你大慈大悲啊，你菩萨心肠啊，是我不好，但我儿子是无辜的嘛，他还年轻啊，我死没关系，你大人有大量，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啊。哎呀、咋了？这次帮不了你了。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呀，越搞越糟了。有一次的弄坏我的话，我有什么得罪你了？哎呀，少爷，你快看呐，他的眼睛都凸出来了，真的快被吓死了。不让他出一下气，这事怎么能摆平啊？是不是你儿子派你来搞破坏的？我儿子要是找不到老婆，我要是找不到儿媳妇儿，我是啊，岳父大人。大婆！啊！
真的帮不了你了啊。是不是一定要把我赶上绝路啊，老天爷，你不要逼我陆一如啊，我快没路走了，老天爷，你给我指一条明路啊，你不要再逼我了，老天爷。老爷，我又搞砸了，我又搞砸了。知道了，好事不出门，你又把宋礼病的话搞得五颜六色的，整个县都知道了。啊！大人很担心你，怕你自寻短见，跟我们回去吧。我还有面目见小凤啊！你不要管我，快走。你迟早都要回去的，在这里蹲着也不是办法呀。是啊。父子同心，其利断金，回去再从长计议，怎么说都胜过你一个人蹲在这里啊。回去吧，傅老爷回去。来，老爷。天啊，儿子浮躁冲动，做爹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公孙先生，你觉得小凤有没有本事做个再世包青天呢？半由人事，半由天命。总之，我们尽力而为吧。嗯、老爷，喜大人，哦，方壮士，哎呀，方壮士这是每次出来都有新意啊！上次拿一碗汤丸，这一次拿一坛酒，又想赌什么？几斤几两啊？哈哈哈，陆大人，这次我是来恭喜陆大人衙门终于顺利的开张，这坛十全大补酒行气活血，是师父和在下以及两个广东壮师送给陆大人，祝大人能过一天是一天。哈哈，好啊，公孙先生，接着，那就谢谢你了，方壮士。不过我觉得这么好的酒拿来喝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拿来泡老鼠的话就更好了，不过两只太少了，如果能凑齐四只的话，那就是四大名鼠酒了。拿来泡老鼠也无所谓啊，只怕大人泡完之后害怕的连碰都不敢碰啊。好，你过来。我害怕你们是老鼠啊。公堂见。嗯，准备升堂。轮到我了，娘。下何人？被告陆一如，因有功名在身，衣力不贵，请大人明鉴。嗯，不用说了，你这个卖珠宝的刁妇肯定是不肯跪本官的了，对不对？大人，公堂乃是将罚立的地方，有法当依，何况民妇的儿子乃是一代壮师，也就是专业人士，大人的爹丢大人的面子，但是民妇不会这样做，所以民妇上得公堂，理应守法下跪。既然民妇守法，大人也应守礼，请不要再刁妇刁妇的叫民妇了。民妇宋氏礼毕，
叩见知县青天大老爷。好样的娘。好，宋氏李斌，你所告何事？可有状纸？啊，这些都是门面功夫，到最后还是要看宋状是你的表演了。来了，宋世杰代表宋氏李斌状告陆一如，本月初八在桥头伤害我当事人身体，毁坏他人财物，损害李斌容貌，并且抢夺路人的面粉呢。陆一如，哎，大人，依照惯例，但凡击鼓鸣冤者，比如像宋李斌这种人，为了明其心志，必先重打80大板。大人第一次升堂开审，要不要先打原告一顿，以示官威啊？哇，宋司机真是没有人性啊！亏你娘这么维护你，你竟然要我打你啊！哎呀，有些进步啊。娘，大人对你不错啊。宋世杰，你刚刚都说的是惯例了吗？我告诉你啊，一般上堂的百姓大都是善良的百姓，以前的父母官为了少审一件案子多睡一会儿觉，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规矩，其心不正，其刑可诛。本官办案向来公正严明，今天是我第一天坐堂，第一天审案，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这个恶令。这只戒指好漂亮啊，肯定很贵啊。那不算贵，做工才4两银子而已。哇，很值哦。哎，宋世杰，你人缘不错嘛，叙旧啊。哈哈，大人，我只不过是见这位柴大哥的戒指那么抢眼，随便问两句而已嘛。大家刚才都已经听到了，柴大哥说但是做工都要4两银子了，一个皂粒供奉银不过每年3-4两，但是这颗牛眼这么大的翡翠起码值20两。大人嘴里口口声声说公正廉明，但衙门却另有内情啊。大人真是厉害。就是啊，我当然知道了，宋世杰，不过这个衙门不刚刚开始做吗？宋世杰，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恶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整顿吏治啊，这个不用你操心。还有啊，你说了这么久累不累啊？哎，说真的，我肚子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开始好不好？哎呀，大人升堂前要吃早餐呢，那我们就赶快吧。当日在桥头，被告巧遇我当事人，他二话不说就出言侮辱我当事人是鬼。一个妇道人家光天化日被人说成是鬼，我当事人受到了严重，但是当时被告已经道歉了，而且原告二话不说就踢了被告一脚，让他身体上受到严重的伤害，是不是啊，被告？是啊，大人。当日被告不但踢我，还这样戳着我的头骂我。他说：“你听着听着听着，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就这个样子。好吧。被告学的还挺像的啊。也就是说，原告他不止伤害你的身体，还出言恐吓，对你的心理造成了伤害，对不对啊？原告，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大人，但是这个家伙又把我的行李扔到河里面，还抢了路人的一袋面粉，扔得我一身都是啊。是啊，但是后来你也把两个轿夫给踢下了河。宋世杰，也就是说伤害他人身体，损坏他人财物的不仅是被告，还有原告，就是你老妈。那可真是是非难辨啊。幸好大人，我们知道罪魁祸首就是一阵风。又变招，说关键就是这张纸，官场秘籍。被告啊，请问这是不是你的墨宝啊？宋壮士，我只是练练字，做做游戏而已，当不得真的，这与本案无关吧？问一下就知道了。原告请答复。回禀大人，当天在桥头上，民妇很清楚地听到被告大声地跟我说，把我儿子的秘籍还给我。把我儿子的秘籍还给我。很明显，大人，这份秘籍是您的，或者说是被告准备交给您的。这上面写着官场秘籍，就是说秘籍上面所写的东西很明显关系到大人会怎样做官，大人怎样做官又关系到这件案子的判决是否公正严明，大人是否公正严明又关系到我们梅龙县百姓将来能不能过上安乐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份秘籍不仅和本案有关，和整个梅龙县都有关系。
大家认为我应不应该读出来给大家听听啊？读读读读读读。肃静！阿爹写给儿子的秘籍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各位百姓，你们还不知道啊？我阿爹以前是当官的，所以呢，他写给我的秘籍肯定是治国安民之道，对不对啊？宋世杰，你小心点，大点声，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哎呀，不要读啊，儿子，不要！阿爹，你闹什么呀？我让你威风威风啊，读！哎呦，完了！各位，官场秘籍第一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是没事。第二条，责任要做到能推就推，方法是向上推、向下推、向旁边推，啊，还有，推无可推，则能拖就拖，然后等候机会再推。第三条，做事不能快，快会出错。一慢，日子过去了，就有很多事不用做了。慢，是省事的方法。快点，还不上。想不到他比以前的官司的还惨。早知道我就在宋世杰身上下注注了。大人，还有第四条，还需不需要读下去？大人，你身为百姓的父母官，竟然是这样的处事态度，还是这本秘籍珍而重之？试问这件案子还怎么审下去？世上有你这种县官，简直是朝廷之耻，民间之祸。喂，宋世杰，你辱骂朝廷命官，可是死罪啊！你并非坐堂师爷，只不过是随从身份，你凭什么在公堂上出声？你可知罪？我先不说秘籍，先讲事实。大人，你在庙堂之上百姓面前公然和宋某人立下赌约，继而令全县百姓争相下注，有的人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大人，你身为父母官，不图纠正世道人心，一心还要牵起赌博歪风，你其身不正。喂喂喂，你乱说啊，宋世杰。陆一如既是本案被告，你们又是父子关系，按朝廷律法，你理应避嫌，将案件交由其他官员审理，你公私不分。你身为朝廷命官，有法不依，你这叫做欺君。就算你并非有法不依，只是不识律法，这也是糊涂，随便哪一条罪都足以让你人头落地，你选哪一条？宋世杰，你乱说。宋世杰，大人，是时候结案了。